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奇遇有变好盖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对，它有被改，我才想到奇遇有被改，它是改二点吗？还是改一点啊？我忘记奇遇有被改嘞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少集训工程的影片。到底是这个游戏要倒了呢，还是工程没有很强？但是集训工程的影片很少哎、欸。那我觉得吉三被砍蛮合理的、啊，吉三一直都是太强的存在、啊，吉三被砍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吉三就算被砍这么多刀，还是很好甩球，不过没什么大问题。还是这个球场好看的。まさか。おや。居然没捡到！快要怎么？哈？笑笑？什么？你怎么笑？有哦！干那什么？那啥小啊？有喽！这台主怎么什么特效都有，好羡慕，确实。没被会手的人撞过是不是啊？还敢玩老先小空间啊？爽死你！Nice！ 角色真的是能守能攻，这血压太大了，我不要。哎呦！
中到。哎呦，这是假的。好，黄是近的被盖了，反正小田捡球没有被砍了、啊，还是挺广的。哎。天空佛都看不下去，表示太黑了吗？乱讲。这球场真的好看，都市球场应该是目前改版最好看的球场。它旁边直接黑掉，赞啊！都市球场。